向辉他知道孩子的事儿了。什么？向辉知道笑笑的身份了？刘火他妈也知道了。啊？妈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特别的害怕，我现在连手机都关机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 找上门来了吧？要不这样，妈，我现在孩子经过赌一躲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我不在家了。丫丫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十五。他们就是现在走了，明天也一定会来的。纸里包不住火，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逃不掉了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的。是的。 丫丫，你坐着，我去开门。啊，谢谢。丫丫，妈，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 小小是不是刘火的孩子？不是。 前男友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欺骗我？ 这就是你养的好孩子，亲家，对不起，给你道歉。 想念里全是你的印记，在脑海里放光，都挥之不去。如影随形，你眼睛像电影，如离开，你给的温柔，我就无法呼吸。万物扰你，怎么醒，怎么听，太清醒。 都是你的想念，告诉自己已过去那些记忆都应该被抹去，不要一丝忘记，忘不了你太美丽太清晰，自己让我都不能自己。为什么你听不清我爱你的心？
间的冰冷。薛姨，薛姨，咱到家了，你怎么了？哦，到家了啊。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陪着你吧。不用。韩先生，哎哎，这样。韩先生，找我那么急，什么事？怎么一脸心神不宁啊？家里的事情。修身齐家平天下，要齐家才能做大事啊。是，我明白。都是一些小事，我可以解决的。咱们来谈谈正事吧。怎么了？两个人都失魂落魄，我怎么放心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们？两个人，我不太明白。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了。刘火，恐怕你的公司不能再参与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了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这以前的问题，这是以前。比如你们公司的股东和雨琦小姐跟童建国先生的关系，比如你们公司财务的报表啦，比如你们公司真正的实力啦，比如你们公司……安先生，我们都不是第一天认识的，这些事情你早就知道了。可是为什么突然间？不是突然的，以前到现在很长一段时间，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知道你这公司很多事情。是向辉。不是某一个人的意见，是集团总部的意见。安先生，不需要解释。目前最要紧的，冷静下来，想一想怎么处理这件事。好，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好。不是一个礼拜。48小时。自从火哥娶了这毛丫丫，房间就这么乱。是，火哥，你这房间以前可是我收拾最干净的。保证书，我刘火和毛丫丫约法三章。薛姨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我跟你说，我刚才给火哥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发现了这个，你看，保证书，
我刘火和毛丫丫约法三章，在我俩结婚期间，毛丫丫必须对她宝宝的秘密守口如瓶。子清啊，啊，先下去。这么的爱你，你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骗过我，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呢？骗我？毛丫丫，毛丫丫，我用我的一片真心去对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残忍来杀害我？怎么都不说话？方案呢？没有解决的方案吗？一个都没有吗？我们只有48小时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不是你们的问题，是我自己的问题造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刘总，很多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，公司的资产就这么多，要不把雨琦姐叫来一起商量吧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添什么乱呢？没有。好吧，大家都累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但大家晚上的时候记得帮我想一想，到底能够怎么解决。我们只有明天一天，如果明晚之前我们不能够解决项目的疑问的话，那我们公司就没有办法参与七星级酒店的项目。大家清楚了吗？回去吧。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刘火他妈知道笑笑不是刘火的孩子，而且丫丫也承认了。什么？丫丫，早点睡吧，会没事的。其实现在我好想陪在你身边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都没发现你这么柔情似水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去哄毛丫丫？刘火，你真行，我真佩服你。你明知道毛丫丫怀的是向辉的孩子，你为什么还要去娶她呀？你是为了气我吗？你是为了报复我吗？因为我爱他，我娶她因为我爱她。你爱她？
我们在一起7年的感情你都说抛弃就抛弃了，你能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爱上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？干你什么事啊？到底干你什么事啊？你别告诉我这一切跟你都没关系。你为什么要跟向辉串通？我没有啊。我是去找过向辉，那是因为工作的事情。我希望7星级酒店项目他不要再为难我们了。你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，现在事情变成这样子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不是的，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你知道吗，我现在看着你觉得你好陌生。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何雨琪早就不见了，现在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可怕的女人，事事处心积虑。那个善良的女孩早就消失了。你走吧，离我远远的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火哥，火哥，火哥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雪妮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我怎么叫都不出来。妈，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妈，你在里面干嘛？妈，妈，你在干嘛？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你这是……轩姨，你在里面干嘛呢？我都急死了。是别人的儿子，而我爱的是别人的孙子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我崩溃了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我下午回到家里面，我哭到我都没有眼泪了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就自己就写了这个离婚协议书。你跟毛丫丫能够做个了断，你们离婚吧，好吗？妈，妈，轩姨，妈，轩姨，轩姨，妈，妈，轩姨，快叫救护车，快！啊，好。
喂，小青。什么？住院了？你们在哪家医院啊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呀，徐阿姨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！呀呀，我看这次还能不能脱身？喂，刘华，你妈在医院吗？在哪家？我们马上过来。你今天找我，是为了七星级酒店这个项目吗？你说是为了什么？刘火，我很对不起，我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请你离我跟丫丫远一点好吗？既然你当初一走了之，现在就不要再回来纠缠孩子的事情。但是笑笑也是我的亲生骨肉，我想弥补我以前的过错。不要再来纠缠我们了，我妈已经为了笑笑的事情住院了，我的家被你弄得一团糟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我想狠狠地揍你一顿。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也是一名父亲，你没资格说这样的话。你扪心自问，你付出过什么？我再警告你一次，离丫丫跟孩子远一点。你来干什么呀？妈，不，薛姨，她怎么样了？你走吧，薛姨不想见你。哎哎哎！你好好看看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是薛姨让我交给你的。毛丫丫，你怎么还有脸来医院呀？哟，你哭了？也对呀，怀着别人的孩子嫁给刘家，肯定会被婆婆骂得狗血淋头。知道我是干嘛来的吗？是刘火让我来照顾他妈妈的。毛丫丫，你抢走了我最深爱和跟我共过患难的男人，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你的报应。够了，何雨晴，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的感情啊？我毛丫丫也真真切切的付出过，我没有糊弄任何人。你拉着我干嘛呀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薛姨现在一肚子火正没处发呢，你这面对面的不就是躺着中枪吗？你能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？你要是做不到，脾气一上来，那不薛姨气得更生病了吗？你就听我的，你先走吧。薛姨现在正逼着火哥跟毛丫丫离婚。丫丫，你去哪儿？我多么想把你
这是小静给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妈她自己写的，你也知道我妈就有这个习惯，她就爱自己乱写。小青怎么把这个东西给你了？看来你是知道了。其实小青给我的，你妈给我的都一样。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妈，这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正常之举。你说，谁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了媳妇，媳妇还怀了别人的孩子？你说谁能够接受？别说了，别再说下去了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要一起挺过去这个坎，谁也别放弃。可是刘虎，我真的挺不下去了。我现在只要一听到声音，我就觉得他们在指责我，在议论我。我觉得我干了一件特别伤天害理的事，我对不起你。别这样想，那些人他们都不重要了，别管他们说什么，那都是你自己想的。现在最重要的只有我妈，只要我妈能够接受，我们就没事了。等她出院，好不好？等她出院，我们带着笑笑一起跟她说，她会接受的，她一定会接受的。我们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也许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，我们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离婚。你就那么想跟我离婚吗？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我们要一起面对，你就那么想放弃我们的将来吗？我不会跟你离婚，你听好，我永远不会跟你离婚，不会。我就给你们最后的温情时刻，刘火。我等着你回到我身边。向总，好久不见。大哥，你干嘛跟我这么客气啊？您现在可是成功人士，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，我当然得客气点了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大哥。我想说，丫丫，哎，您要是有什么发财的路子，咱俩可以好好聊聊。我绝对奉陪，丫丫就免谈吧。她现在烦着呢，你千万别给她添麻烦去了。我也知道她烦着呢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可能给她添任何的麻烦。就是那孩子，你知道？孩子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向辉啊，无论是丫丫还是孩子，你都少惦记。我没惦记，大哥你放心吧，真的，我绝对不可能惦记。那你想怎么着？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孩子，我想抱抱他。做梦呢吧你！那孩子是丫丫和刘火的，少打主意。大哥，哎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，祥辉？哎呀，真急死人了！从昨天到现在都找不着人。喂，话，你现在有空吗？啊，有。你在哪儿啊？来吧，说。刘总，我们商量了很久，还是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。嗯。你确定我们跟佟建国有关系的几家公司的合约都终止了吗？都终止了。只是。只是什么？只是。我们还得赔一大笔钱，这对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。嗯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嘛。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可这个问题又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解决的。除非，
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能得到银行的帮忙。对，找银行帮忙。Lisa， 赶紧帮我约几个关系比较好的银行负责人。可是刘总，我们公司之前跟银行接洽的都是雨琦姐。不如。让我想想。喂，雨琦姐，公司遇到大麻烦了。这个刘火也真是的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跟我较劲。喂，张行长，啊，是这样的，离婚协议书，刘火写的？不是，是他妈。他妈？话。现在，他妈已经知道，孩子不是我跟刘火的了，是何雨琦，还有向辉，一起策划的。向辉。难怪我这几天打他电话也不接，人也找不到，他怎么跟何以渠混一块了呀？哎呦，这个坏女人，有他准没好事儿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。哎，对了，向辉有来找过你吗？他有说他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要跟我抢孩子啊？丫丫，都这种情况了，你还管他干嘛呀？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和刘火，你俩在一起多不容易啊。刘火呢？他现在什么态度啊？他也要离？没有，他没说。那不就得了？只要他不愿意，谁都没办法。可是他妈现在恨死我了。这样情况的话，他肯定不会让我跟刘火继续过下去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呀呀呀呀！你听我说，你这婚千万不能离。你只要一离婚，向辉肯定过来跟你抢孩子。你说你一管姐有什么呀？你凭什么跟向辉抢呀？向辉他现在要有钱有钱，要有地位有地位的。他要是把你告上法庭呢？你说这法官会把孩子判给谁呀？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丫丫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这婚千万不能离。啊。王杰，你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再给我出一份，记住要结清所有违约金的。杨晨，把公司可以拿出来抵押的资产清单再给我拉一份出来。Lisa， 帮我约几个银行经理，越多越好。刘总，不打算看一下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看什么？万一雨琦姐有什么好消息呢？是你，刘总，现在是公司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，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感情纠葛，现在都应该排除万难，通力合作。我真的是每一次想骂你，我都找不到理由。所以我是你的左膀右臂呀。那都不用去了，解决了。哥，你跟妈说，千万不要让向辉接近孩子。还有，如果向辉要来找你的话，你千万不用搭理他，听到没有？
道吗？女儿最近发生好多事情啊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以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都是您帮我拿主意的。宝宝现在长得好可爱啊，眼睛又大又圆，什么时候我把它带给您看？刘火他妈妈对宝宝也很好，我很感动。但是现在他妈妈知道孩子不是刘虎的了，让我们离婚。我不想离，我舍不得离，爸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爸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刘虎是迫不得已的。但是我的心真的好痛好痛，爸，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呢？知不知道我现在好害怕？我好害怕我亏欠你，我好害怕你要我跟丫丫分开，跟你在一起。可是我很想让你回到我身边。